今天酒会上那个女人叫米慧，是百安科技的研发二部总监。有人说她是冲你来的。米慧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命运既然让我们又见面，你就要做好为之前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准备。你打算这辈子你都活在回忆中吗？居然结婚了，还有孩子。他居然还想骗我，要不是我托给我，我有了一个儿子。你过分了，欣欣。我现在只想多陪陪我儿子。还是说都是假的？那是幻觉。不要让过去的阴影笼罩当下的幸福。如果你对他有感情，其他都不重要啊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都不知道爸爸是谁。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的？他的父亲就是我。你和儿子是我最重要的，不会让你们受委屈。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谢谢你对我跟全全那么好，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。现在的我呢，只想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钟。